要十一日，嗰、那个系我第一次同大家见面。喂，喂，有冇人啊？嗰阵时我嘅梦想系，咁如果可以嘅话咧，希望米娅都可以作为一个香港嘅 Vtuber， 可以喺 YouTube 上面闯出一番自己嘅天地。2021年2月26日，嗰阵时系四天订阅嘅纪念，嗰日发布咗2.0嘅新衣装，我讲过。虽然咧，如果有一日出到 3D 咧，我绝对绝对会好开心。系啦，咁呢个咧都系我嘅未来希望会达成嘅其中一样嘢。系啦，咁就希望到时出咗嘅时候咧，你都会睇到啦。系啦。所以你今日见唔见到啊？我兑现咗承诺啦。多谢你哋一直喺我嘅身边啊！2021年6月11日，米娅半周年。我几时对你嘅感情咧都系？这个非常之真实，不是假的，没错。咁就希望呢份感情可以透过我的作品啦，我的话啦，或者我讲的嘢咧，可以传达俾你哋知。系你哋对我嚟讲咧，每一个人咧对我嚟讲都好重要。之后我哋一起到咗2021年12月11日，嗰阵时系一周年。真系好多谢你哋，你哋选择咗中意我啦，系啦，即系对唔住。这一年入面，大家见到了我搞笑、可爱、努力的一面，都见到我软弱的一面。全部都是我美好的回忆。不过有些回忆，我希望大家可以忘记它。你又不要说什么，本身40个人看，其实只有30个人。为咗可以抹去嗰啲充满屎味嘅回忆，我决定要重拾偶像嘅身份。你哋呢班愚蠢嘅人类，一日笑我玩屎同埋脚臭，今日本小姐就要向你哋展示作为偶像嘅米娅佢嘅真正实力。到时你哋一定唔会再咁粒笑我臭，你哋准备好接招啦！でもそんなじゃダメ、もうそんなじゃほら、心は進化するよ、もっともっと。カットパーティーすればキヨちゃう関係なら、言葉消せばいいやって思ってた。恐れてた。だけどあれなんか違うかも。千里の道も一歩から、石のように硬いそうな石で、知れば積もれば大和の天使子、死ぬ気で、いや死ぬ気で、ふわふわりふわふわる、あなたが名前を呼ぶ、それだけで宙へ浮かぶ、ふわふわるふわふわり、あなたが笑っている、それだけで笑顔になる、そんなじゃほら、心は進化するよ、もっともっと。さあそんなじゃやだ、ねえそんなじゃまだ、私のこと見ててね、ずっとずっと。
私の中のあなたほどあなたの中の私の存在はまだまだ大きくないことも分かっているけれど、今この同じ瞬間余裕してる時間、知りも積もれば大和のデスコ、略して知りつも大和のデコ、ぐらぐらり
位啊，欢迎来到我的 3D 化演唱会，我知道大家期待了很久了，其实你都期待了很久了，那不知道大家觉得刚刚的表演怎么样呢？是的，虽然呢我不是跳得很好啦，不过呢刚刚的舞蹈呢我都算是花了很多心机去练，是的，我只有某一天分啊。好了，那就下一首歌呢是鼓励了我很多的歌，每一次呢我觉得自己很渣的时候呢他都可以陪着我，咁咧今日咧藉住我喺呢个舞台上面咧，我都希望大家咧听完呢首歌之后咧，都可以有一日揾到属于自己嘅舞台。什么都不被看好，自问自责不算高，但亦有自己相信的事仍想去做，那个可以给我什么法宝，能一朝得志免受煎熬，我也很想我被看到，用尽努力但求要你想过活着到底为什么，平凡人那么多，多了我这么一个，然而是说再见没有勇气，或是我暗里却拼命相信，谁都可发光，只要找对地方，谁人都可发光，让爱热情依然未干，成败与否看我是怎么看，从来没标准答案，不要活埋在世俗眼光，重拾自信让我做我的主角，很想我被看到，用尽努力但求要你替我感到骄傲，好在亲友面前提到，亦不会像从前那般吞吐，哦，曾经想过活着到底为什么，平凡人那么多，了我这么一个，然而是说再见没有勇气，或是我暗里却拼命相信，哦，谁都可发光，只要找对地方，谁人都可发光，让我热情依然未干，成败与否看我是怎么看，从来没标准答案，不要活埋在世俗眼光，重拾自信让我做我的主角，谁人都可发光，像星火随空气改画主观，管它怎么看，人生只得一次，为自己疯狂，假使相信就拼命去闯，黎明老笑着走光。
盼着我亦望做我的主角。由舞台嘅入口影翻舞台嘅样子，大家觉得点啊？系咪好靓呢？嘻嘻，咁咧主要，我哋呢个舞台嘅主题咧，都系用翻我哋香港，比较有标志性嘅就系维多利亚港啦，即系后面系有个海啦，一阵我会带大家，比较近啲咁样睇啦。咁之后第二样就系霓虹灯，系啦，因为我觉得咧香港成日都会见到啦，系啦。咁之后咧，我哋就睇下上面。哇、哦！见唔见到啊？系我哋米亚嘅飞船啊！好啦，咁我哋依家 pan 嗰啲睇下，见唔见到维多利亚港同埋后面嗰只超巨大熊猫，仲有唔同嘅米亚霓虹灯牌。喂、哦，好啦，我哋呢度嚟到呢度可以近少少睇到啦，系啦，呢度舞台后面嚟嘅。
咁咧之后呢度嘅背景咧，我哋就可以见到呢个好靓嘅海景啦。对面咧都系唔知道大家住喺边度咧，会唔会你哋屋企喺嗰度咧？咁咧我自己真系好中意呢个地方啦。如果你哋记得嘅话咧，我哋之前直播嘅时候咧，我都有约过大家嚟呢个位嗰度同大家一齐睇灯饰。咁我自己认为作为一个香港嘅 VTuber， 咁我当然会希望喺演唱会入面咧都可以尽量加多啲我哋香港本地嘅元素啦，系咪？咁咧同埋咧，始终都系我哋成长嘅地方啦。我相信大家喺香港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共同嘅回忆啦，特别喺呢一个地方系啦。咁所以咧，我希望咧可以靠喺我嘅虚拟演唱会入面都可以制造翻呢一个地方出嚟，感觉有冇同大家靠近多咗少少咧？嗱，仲有呢度就系有只大米啊喺呢度望住大家，唔系喎，呢个应该系远友嚟噶。好啦，咁咧，总之呢度就系我哋嘅围观啦，一齐嚟睇下一个地方啦 ，Go Go Go！ 嗨，嚟到呢度系米亚嘅远友大型聚集演唱，哇，呢度真系有好多远友啊！大家咧都化成熊猫嘅姿态嚟睇我啦。如果之后有机会咧可以有演唱会嘅话咧，应该大家都系咁样嚟睇我。哇，呢只先，哎呀，对呀对呀对呀，你是个超乌肥又矮。好啦，嚟翻呢度，米亚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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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大家见到嘅呢个地方，其实咧我哋演唱会会场嘅下面咧系有一个好大嘅广场喺度噶，系啦，咁呢个广场咧嘅侧边咧有一个超级神秘嘅一间嘢系乜嘢咧？左定右啊？好，右边呢一个咧就系我哋嘅超级超级超级神秘嘅一间房，见唔见到咧？上面有啲荧幕喺上面，你哋会唔会好奇上面系乜嘢咧？其实咧，啱啱演唱会演出嘅时候咧，大家喺我后面见到嘅画面咧，全部咧都系由呢一间房嗰度咧播出嚟嘅，系咪有啲似真实嘅演唱会咧？系啦，咁所以咧，其实我哋都要请工作人员喺我表演嘅时候咧，都要喺度控制住。系啦，不过好可惜，呢间房咧，你哋嚟到嘅时候系唔可以入去嘅，因为咧入实验室唔可以咁紧急，入实验室唔可以咁紧急制。系啦，咁之后我哋就去睇下嗰边有啲乜嘢啦。Go！ 好，呢度呢度，哇，呢度发生咗啲乜嘢事啊？应该咧就系有大班院友竟然坐咗我哋嘅班车嚟到呢个现场啦，见唔见到佢哋全部都夺门而出，到底佢哋系逃跑紧定系点样样咧？我推断咧，佢哋就系同我借抽啦，之后输咗咧，输咗之后就好唔开心喺度喊啦，之后喊嘅时候咧，我又好强硬咁样将佢哋塞晒上。好啦，咁之后咧，我哋就嚟睇下周围有啲乜嘢啦，大家认唔认得出呢个系乜嘢咧？冇错，呢个就系我哋尖沙咀嘅钟楼啦。不过好遗憾，呢个钟楼已经俾我哋嘅院友占领咗啦，实在太危险啦，咪啊！好啦，呢度呢度呢度就系我哋嘅甜品区啦，见唔见到咧？上面有好多用用熊猫嚟做主题嘅甜品咧，嗱，即系例如有蛋糕啦、冬甩啦，仲有嗰啲个瑞士卷啊，系啊之类，系咪全部都似好好食咧？好似我咁好系啦，咁之后咧就睇下周围，其实都遍布咗好多我哋嘅甜品，系啦，咁如果下次你哋嚟就可以揾下啦。好，嚟到呢度，呢度咧就系俾大家下次嚟嘅时候可以打卡嘅地方，系啦，因为每一次咧，例如去迪士尼乐园啊嗰啲地方咧，大家都会好想影下相、打下卡噶嘛，系啦，咁所以咧，我都有好多只飞天奶茶咧，专登咧就画咗呢一幅图送俾我哋呢一个场系精神院。嘅图等大家咧可以企喺前面咧可以打卡，系点样精神院咧？因为冇错，你哋全部都系精神病人。好啦，咁之后咧，等我示范下点样可以影啲靓相啦，即系可以做一啲诱人姿势，例如刷下牙、洗下面啊，仲有咩啊？死啦！有啲咩诱人动作咧？呢、這个。哇！啱啱我喺呢度发现咗，呢度有几个偷偷地喺度倾紧偈嘅院友。作为院长，我梗系要偷听下佢哋讲啲乜嘢咧。咩话咩话？你讲咩话？吓，米亚嘅演唱会要继续开始。吓，米亚竟然仲有歌唱，唔系啩？实在太犀利啦，米亚！所以我哋事不宜迟，我哋要快啲嚟继续进行我哋嘅演唱会啦。
焦糾，鬆開手，你決定要真這傷口，到結局最後遺憾與缺憾疼痛不癢，記憶糾纏幾多個夜晚的失眠，無論你若結果仍記得清楚，多記憶多褪色，多年無法避免心中壓抑，就算從淚痕和認真散追憶軌跡，你若要探息請收回心靈啊，靜靜那漫天的掛牽鎖著夢裡讓那風景變遷，就伴隨突然合照消散於陽色煙，某日再擦肩請收回表情啊，危險要一定關盡就算，其实咧，我已经喺大家嚟之前咧整理过啦。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我张台咧有一样嘢系超级犀利嘅，就系上面，我张台上面咧系有纸巾，系咪好犀利咧？平时咧好少摆出嚟，但系今日咧专登摆咗出嚟咧，就系为咗向你哋证明我系一个强者。你哋张台有冇纸巾咁犀利啊？好啦，呢度咧，呢度咧，呢度，呢度上面咧就摆咗好多好多我哋嘅相，咁咧上面有啲乜嘢咧？我哋一齐嚟睇下。嗱，虽然咧暂时咧呢度咧仲未有好多相，不过咧我相信咧，即系我哋嘅回忆增加嘅话咧，上面嘅相咧都会越嚟越多嘅，系咪好浪漫先？嗱，然之后上面咧就有啲相啦，即系可能我之前嗰啲歌。系咯，都系西征后群啊嗰类。好，再下一个系咩咧？好啦，呢度咧就系摆晒我所有 goose 嘅一个地方。系啦，虽然暂时咧未摆得晒所有啦，但系咧我已经摆咗个我超中意嘅呢一个公仔啦。点解咧？因为呢个公仔咧就系令到我出道嘅原因。因为主人咧叫我出道就系为咗买晒佢设计嘅熊猫妹公仔。好啦，所以咧最后一只就摆咗喺度啦。咁咧可唔可以近啲睇下？呢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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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好啦。
今日要同大家介绍嘅地方就系我张床啦。大家系咪都好好奇，平时嘅米啊会瞓喺啲乜嘢嘅床上面，又或者会同边个一齐瞓觉？系啊，大家系咪好好奇咧？今日我就要揭晓呢个大谜题啦！我嘅床上面就系我自己本人嘅揽枕。快啲嚟睇，快啲嚟睇呢个咧，就系 3D 块众筹咧都会送嘅一个揽枕啦。上面咧就瞓住咗一个好性感嘅米娅，所以答案咧就系、是、我系会揽住自己瞓，哈哈。咁之后咧就其实咧已经冇咩特别噶啦，咁你咧就可以睇下嗰边。系啦，呢一边咧就系、是、我嘅 T 恤，系啦，咁呢一个 T 恤咧就系、是、咧喺我喺一周年嘅时候咧买嘅 T 恤，不过咧大家咧收到嘅就系 hoodie 版啦，咁仲有一啲系我嘅书啦，虽然我系冇睇过，所以咧其实佢哋全部都系摆设啦，系咪有啲文艺青年咁嘅感觉？唔系，应该系文艺少女啊，总之我哋最屘就睇呢个位啦。好，最后就嚟介绍我嘅创作送，系啦，咁咧我平时咧就会喺呢度进行我嘅创作，呢一部就系MacBook， 系，咁咧平时咧我就会坐喺呢个位啦，咁我就可能会写下歌啦，之后坐喺度可能等厕所用啦，或者我会画画啦咁样，总言之咧，如果我冇灵感嘅时候咧，我就会坐喺度，系啦，咁之后咧后面咧仲有呢只熊猫嘅公仔。系咪好得意咧？嘻嘻嘻！咁咧，总言之，今日米娅嘅 room tour 就系咁完成。估唔到有一日我都可以拍 room tour 啊！咁啊，难得整好咗间咁样嘅房，但系咧，净系俾你哋睇到咧，实在有啲太可惜啦，系咪？所以我决定，我要邀请我嘅朋友嚟我间房玩。我相信咧，依家张咁舒服嘅床，应该咧就冇人可以抗拒到。所以我哋依家嚟揾我嘅朋友，耶！有冇掀起到？掀到！仲有咧，仲有咧，仲有咧！哎呀，你啱啱隻身好靚啊！
我的侄孙。不如配对镜头，然后跟住揈下后面嗰两条带啊！哦，好啊，好啊，好啊，有啊！喂，影落啲啊，影落啲！我哋影落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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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镜头有冇得 cam 啊？镜头，镜头系咁样，唔好啊，唔好啊，唔好啊！有啲心心都揈下揈下。哎呀，好 Q 啊！呢个表情真系好 Q 啊！我想要一个 fan service 啊，可唔可以冇一冇一 Q 我啊？俾个心心我哋。死啦！要点做？第一次做添。我要是佢那里，冇一冇一 Q。我惊我不得了。打你一拳啊！系真系真系要，系我要同你对抽，对抽，对抽，系啊！坐我力先，对抽！大家准备好接受我嘅一拳未？准备好啦！嚟，出你对抽！落落落落落落落！打人嘅院长真系好性感啊！有乜都死性感都系打人嘅时候。院友都会开始被俘虏了，是不是？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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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都想啦，个宝好似最唔还原。我想讲唔还原嗰部分先啊，就系个 boy 啊，系啊，个 boy 啊，快啲洗嗰个奇怪嘅米阿样嘅符号，唔该。有乜嘢？哎呀，我已经专登改细咗噶啦，好唔好啊？你改细咗？改系啊，哇！我真系信啦，我都唔信，我唔信啦。好啦，仲有咧，仲有咧，仲有咧。有啲头发啊，啲头发好飘逸啊，系啊，可唔可以伸近啲啊？周围都伸近下咁样，好好奇怪嘅角度咁样，系咁近距离隔支盖儿，系系系，好奇怪，冇再出嚟啊！你哋，我想睇下，我明白吸院长，我好想睇下嗰啲，我吸你啊嘛，耶耶耶耶，我想睇下嗰个膊头同埋后颈啊。后颈啊，后颈啊，头同后颈，哇，真后颈啊，膊头同后颈啊，呢啲女性最吸引嘅地方，后颈，好难影喎后颈，有冇见到啊？见到，可唔可以做一个好似扎马尾嘅动作咁样啊？即系啲仔仔好鬼中意睇嗰啲，哇，只脚，我只脚好正，只脚都好正啊！sexy 在你自己讲的一刻就变得没那么 sexy 搞错可不可以做那些呢那些冲凉那些呢跟着会递起一只脚然后找两只手呢摸着只脚跟着摸到去大髀那种这个好高难度我试一下先懂了黎黎懂了我要有啊我要有啊Oh my god洗下个头，洗下个身，洗下个屁屁，我 OMG， 要黄标啦，要黄标啦，洗下只脚，因为只脚太臭，要洗多啲。我哋而家 3D 化已经，我哋闻到个味，喐脚气，系有阵味啦，真系，大家闻闻。哎呀，你又话宇宙证明 3D 化咗，我哋入咗文雅间房，就算佢着住对鞋，着住对袜都好，我哋都系闻到。忠诚嘅院友一定索到，大家快索下，可唔可以近距离索下？你过嚟，我只脚都想索，索阵味。系啊，影住只脚啦。
果唔系埋唔到啊！系啊，嚟啊嚟啊嚟啊！脚底试过。哇！哇！可唔可以踩我哋？可唔可以踩我哋？我见到裙底啊，唔得啊呢个。哎呀！系啊，我见到裙底啊。系啦，咁之后咧。有弊有弊。最尾咧，之后咧，我就准备一啲小道具系俾大家。吓？有冇屎啊？系咩嚟啊？整咗一个自己拎住，唔紧要啦，自己打 call 都 OK 嘅。耶，打！耶，其实想问下咧，有冇屎屎嘅 3D 道具？屎屎嘅 3D 道具，你唔系最中意玩屎嘅咩？其实有嘅，但系咧，我要用第二。我闻到佢喺呢间房度嘅，其实呢间房系有系有呢样嘢噶，但系咧霎时间好难揾到。其实咧系有嘅，不过咧你哋要等多一阵，等我拎佢出嚟。其实我都冇拎过佢出嚟。可以最後
咁样，俾个抹我哋啊！好啊，咧我多谢你哋啦，嘢加油，辛苦晒，辛苦晒，之后有机会再一齐玩啦。跟住啲观众嘅 average 应该差唔多，
大家去到最后啦，有冇嘢想同我讲啊？我今日嚟之前仲好期待可以见到你大怪兽。我系边有个咁样嘅期待？我都冇讲。我仲好期待你可以倒立啊，可以好好空翻啊，可以瞓低啦，拱桥啊。喂，有冇太高要求啊？特技一字马啊，功夫熊猫一字马，可能我得嘅。我呢个系我嘅极限，因为极限你有角，你都系一字马。哦，佢啲都系一字马。喂，我只脚都喺度震啊，先我唔得，我企翻起身。好啊，一字马睇完开心啦。去到最后，大家仲有冇啲想同我讲嘢啊？冇啦，系咪？老幺咪啊！咩话？啊！我唔赞你，赞完听唔到咧，原来。哎呀，啱啱答咗声啦！都唔系认真听嘅。我系啱啱冇认真听。啱啱答咗声啊嘛！再讲多次啦。好啊。你叫Mia，好叻女。啊！多谢。拍手啊！我系开心。我梗系叻啦。好啦，咁我哋迟啲翻铺头再倾啦。OK， 拜拜，拜拜，拜拜。Bye bye。你有冇喺张床下底收埋咩咸书嗰啲？有冇？有冇？床下底有冇收埋啲咩？我哋系时候要嚟睇下米亚间房啦。我做到咁仔细啊，同埋我唔会收喺床下底咁蠢咯，好唔好？依家网络年代唔会再收喺床下底噶啦。诶，啊咁。咁依家咧，我有呢个 3D 嘅姿势咧，我可以做一啲平时小学都可以做到嘅嘢咯。例如咧，你有冇得变做其他形态？有冇得眼镜噶？戴眼镜有冇噶？有冇噶？有。我开始要求呢个变魔法嘅环节。哦，有戴眼镜啊！点啊？呢个系平时小学咧，系咪平时喺直播嘅时候系咪素颜定点样就会戴翻副眼镜？是啊，我而家都有戴眼镜啦。哇，而家我哋是同一个造型啦，眼镜方面嘅话，可以跟翻你嗰个超级45度角，有呢度。系喎，我即系你，系我平时都是咁样，要出三面影。哇，最靓嘅超立体喎。点啊？系啊。哇 ，OK，Fairy 陈小柔呢个角度。仲有一个咩系啊？我可以为咩话？你仲有冇得变其他嘢出嚟噶？呢一个哦，打过棒啊！小游戏，我哋今日唔要呢个唱歌嘅环节，我哋今日唔得，我严重反对呢个唱歌嘅环节。哇，都好劲喎！你仲有得变打过棒？可以用一个，我哋打一个耶耶耶耶！我不如等 3D 嘅我嚟帮你打 call。等 3D 嘅我嚟帮你打歌，好劲啊！咁你系咪可以做好多唔同动作？我系咪可以睇你玩 Just Dance 啊？咁 Just Dance 你系咪可以跳舞啊？我想讲我玩 Just Dance 劲屎咯！我有啲跳舞 move，我有一个跳舞 move 咧系我专登练咗噶。系如何？系表演下。唔该，唔系我要有埋声画噶。OK， 哦呢个系冇声嘅。哇！但你真系做到喎。
喂，咁喂，除咗跳舞之外咧，你做唔做我哋油台招牌动作低剪心心？但系我想讲我只手太短啦，我唔知道我做唔做到。呢个系我呢个系我嘅低剪圆圈。呢个系半低剪，够唔够低剪？我只手我做唔做手手太短啦，只手。呢个系半低剪心心咯 ，OK， 半低剪心心 ，OK， 可以可以呢个。但我发觉一样嘢系咧，诶呢、這个啊呢、這个算啦，呢、這个算心心啊，呢个算呢、這个算呢、這个算呢、這个算，佢嘅形状系心心嚟噶。喂，但我发觉咗一样嘢，你 3D 化之后咧，你嘅脚臭都 3D 化咗。点解啊？上一个嘉宾已经讲咗同一样嘢。真系噶？系啊，你要唔要嚟问下？脚臭 3D 点啊？有冇脚臭啊？哇！我只狗撲咗上嚟，佢好中意我。我只腳中意啲臭襪味啊！我只狗唔係臭襪咯，係佢見到我太性感，因為佢係色色係咪？你咧？啊係，係咪色色？乜可以色色？你唔好喺度引誘我仔，我就一歲咋？啊一歲咋？誒咁唔可以色色。一歲咋？唔可以色色啦，唔可以色色啦。你哋可唔可以唔好？你哋唔可以跨種族戀愛咧？熊貓嚟嘅大佬。係我依家咪變咗超級唔道德嘅一個。我不道德，话唔得呢个黄标直播嚟啊，唔 OK 啊，唔 OK 啊，呢个唔系啊 ，3D 咸湿化 ，3D 咸湿化，咁冇计啦，咁始终身体 3D 化，咁最好嘅福利就系可以点讲啦，咸湿少少，你喺边啊？喂，唔得，我哋啲对话真系好唔掂，好冇汤，我哋啲对话真系，不如我带小华嚟睇下我间房啦。哦，有得入去添噶？呢度就系我平时我开住 OBS 直播嘅样。哇，好劲噶！上面仲有，我冇谂过啲 detail 做得好靓喎。点解？但系点解会有纸咁大卷纸巾嘅？系因为咁嘅。我曾经同我嘅观众讲过，因为咧有一次我嘅企划咧就系睇过我嘅观众嘅房啦。咁咧我发现咧，多数嘅男观众张台咧都系有一盒纸巾。所以我相信紙巾是一個強者的表現，所以我決定擺翻一個紙巾喺度。有冇咁？喂，你呢個好 raw 啊！你個紙巾，你正常，你係嗰啲抽取式紙巾，你邊會成卷擺張台度？夠多啊嘛！呢個一卷夠強啊，盒裝未夠強。喂，黐線啊！喂，你咁樣嗌。咩人会咁大根纸巾摆张台度，笑死我！咁之后咧嚟睇呢个，哇！你有自己嘅等身抱枕喎，系啊，摆喺自己张床度，哇，好自恋啊！阿小乐，你迟啲都可以整咗一个自己嘅抱枕，之后摆喺自己张床嗰度。大家想唔想象到我揽住我自己嚟？我又冇谂过啲细节做得咁靓，好劲哦！我第一次参观人哋嘅 3D 化嘅房，好开眼界我而家觉得。好啦，咁之后咧都好多谢小游嚟呢度揾我啦。咁去到最后，小游有冇啲乜嘢嘅啊？系啊，有一样嘢咧，我一定要做俾小游睇。到底系啲咩咧？土下座。好惊啊！我而家土下座啊！是你第一次见到我 3D 的样子，你觉得怎样？我觉得比我想象好很多，而且我觉得你间房很精致咯。啊，是呢，因为这间房其实都是我设计出来的。哦，即是例如入面，即是可能我想有些书啊，还有呢有些我的周边在那里，你见不见到上面有些好像专辑那样的东西呢？哦，很多细节我觉得。
系啦，咁其实咧，今次可以邀请到 Pon 咧，我真系觉得好开心啊！因为 Pon 对我嚟讲咧，系有一个好似点讲咧，系见证住我呢个 channel 成长嘅一个人。因为嗰阵时咧，我记得 Pon 第一次喺 Pon 嘅 channel 嗰度介绍香港 Vtuber 啦，咁嗰阵时就有幸可以俾你介绍到啦，咁嗰阵时真系好开心。所以就点讲咧，所以我就觉得今次咧一定要邀请你嚟，系因为你都见证咗好多米亚嘅呢个里程碑啊！讲到好似好伟大咁样啊，我已经好伟大咯，因为其实即系我喺经营呢个 channel 嘅途中，即系都一路识咗好多唔同嘅人啦。但系方就真系算系好早期识嘅一个人咯，系。嗯，嗰时其实我都系抱住一个发掘香港文化开心嘅心态拍嗰条片，我冇谂过一条片可以令到大家认识咗，认识多咗 Vtuber。同埋，其實咧，我都有少少唔好意思噶，因為咧，我嗰時都抱，即係叫咗一個，同埋嗰時都抱咗一個有個新嘅話題喎，咁我就去拍下嘅心態啦。咁就本身我都唔係拍開 Vtuber 噶嘛，拍開音樂啊或者 K-pop 相關嘢噶嘛。係啊，咁嗰時都抱咗一個試下新題材嘅風格拍啦。點嗰條片咧，最後都幾多人睇啦。同埋最唔好意思嘅點係，好似令到大家有個特定嘅印象咁樣咯。哇，系系咪因为讲即系赚好多钱嗰种感觉？系，同埋好似咧，我讲唔同 Vtuber 嘅特色嘅时候咧，好似令到大家有个令到大家对嗰个 Vtuber 嘅印象就系我所讲嘅特色咁样，就好似你嘅话就系、是、我玩屎咁样，系冇错啊！所以你都知嘅，你都知道你其实你嘅片系对我造成一个影响喺度。系啦，即系其他朋 Vtuber 朋友们都有啲唔好意思嘅咁。其实我又觉得真系，我觉得真系冇所谓啦。即系例如，如果对我嚟讲咧，即系虽然玩屎呢一样嘢俾人感觉好奇怪，但系我又觉得慢慢演变咗一种新嘅交流方式。其实对我嚟讲咧，可以俾 Pon 介绍咧，绝对系一件好开心嘅嘢啦。之后我仲记得之后我哋仲有第二次合作就是我就第一次是那个真的我第一次呢跟一个真人的 Vtuber 一起拍片。嗯。真人的 Vtuber 是真人的 Vtuber 还有后期我见到上那些维基百科或者上那些 香港 Vtuber 相关的东西即是见到写住是 Plong 和米亚进行了第一次真人跨次元的合作即是整事那些我们是创造了一个历史出来的会被人记载在网站上面所以不好意思不会啦，其实即系我知道 Plon 嘅 channel 其实一直都系留意开呢啲 K-pop 嘢啦，所以我谂 Plon 点讲咧，算系开始咗做 Vtuber 呢个主题有少少误打误撞，不过就对我哋 Vtuber 嚟讲系有一个好好嘅影响啦。变咗做一个 3D 嘅样嘅时候咧，你觉得有啲乜嘢嘅特别嘅嘢我可以做嘅咧？即系例如有啲咩片可以拍啊，或者有啲咩直播可以做？可以啊。做个反智转身，乜嘢？我想讲咧，反智转身呢样嘢咧，已经唔系第一个人提，你应该系第三至四个。唔会，大家都好似好想睇，即系我觉得，咦，其实都几有趣喎。同埋有好多嘢可以做嘅，即系例如大家好，我系阿辉啊，同埋乜嘢其实咧，我可以做一啲好性感嘅动作，例如刷下牙、洗下面啊。去到最尾啦，咁都想得到一啲嚟自 Plon 嘅一啲祝福，因为始终咧，好似啱啱我咁样讲啦 ，Plon 都算系见证住米亚成长嘅人。我觉得米亚真系好厉害咯，因为虽然其实我嗰时唔系真系好刻意留意 Vtuber 啦，但都叫做我真系无意间咁样咧见证咗好多 Vtuber 嘅成长。特别我嗰时一开始我认识米亚嘅时候，都系偏早期嘅事啊嘛，嗰时都系似 2.0。直接再系啊！嗰阵时唔系呢个样嘅仲，然后慢慢见佢慢慢做好多新嘅事，即系嗰阵时系就净系会做直播嘅，咁后期就会作歌，之后会出自己嘅原创歌，而家出咗几首啦，之后仲要接埋呢个广告嘅业配啦，即系而家到而家甚至发展埋呢个 3D 化咧，所以我觉得
冇諗過，本身我都覺得以為 VTuber 發展都好難嘅，但冇諗過原來真係可以憑住努力啦，去做到咁多嘢咯。所以我覺得可能呢個頻道未話真係可能有好卓越嘅成績，或者真係冇一個好、可能好火爆嘅結果咁樣，但係我覺得同啲觀眾一步一步咁樣見證住米亞成長嘅城市，我覺得係幾開心嘅咯。即系有啲好似作为同路人咁样，我就觉得诶系咯，我都好想之后喺 YouTube 上面都可以同 Pon 一齐努力咁样样。嗯，冇问题啦，我觉得其实真系，我觉得拍片呢条路真系好难噶，但系我觉得有兴趣开心嘅，我谂观众都会愿意同我哋一齐开心咁样发展落去嘅。所以我都即系我都祝Pon 嘅 channel 都可以继续蒸蒸日上，因为我知道你咧之后咧都会继续有啲新嘅 YouTube 内容要做，系咪？冇错。系啊，咁所以到时咧，大家都可以留意翻 Pon 嘅 channel。多谢。耶、好啦，所以就即系再一次喺度多谢 Pon 嚟我间房睇。见证我呢个 3D， 希望之后咧仲有机会都可以邀请你嚟做我嘅嘉宾啦。欢迎随时叫我，可能我都叫你咧。希望啦，咁我哋下次再见，拜拜。下次再见，辛苦晒。拜拜。拜拜。来试着喜欢我好吗？来试着看清我好吗？回神顷刻间会让你看到外门追我吗？飞吻，快让我激赞，这般对视别错过，用两手发送心声，再一次讲代入爱里，怕是白天中最真挚面。没有过留言传播上网恶意抹黑我过去，完全无悔意恶怨每晚在次脑内徘徊，求受水消散才能挨过劫难，笑容满分见你最美好味啊，来试着喜欢我好吗？来试着看清我好吗？回神顷刻间会让你看到爱满追我那飞吻，来变做我俘虏这一刻，连接望去相爱这晚
为上网去高歌，此刻为上网去起舞，这刻迷途中快腾，人暗月就起 L O V E， 来试着喜欢我好吗？来试着看清我好吗？回神顷刻间会让你看到爱满载于我那秘密，来变奏我。唔知大家中唔中意啱啱俾大家嘅表演呢？其实咧，我哋呢个节目咧已经差唔多嚟到尾声啦。不过咧，喺最后嘅表演之前咧，其实我都有好多嘢仲想同大家讲噶。首先咧，我想多谢咗嗰啲帮助我整呢个演唱会嘅人。系啦，首先咧就系画呢个主视觉图嘅陶李老师。之后咧都要多谢将呢一个咁靓嘅场景 3D 化咁样整出嚟嘅千元创作 D Diver 同埋飞天奶茶，真系好多谢你哋啊！有一个咁靓嘅地方可以俾我表演，实在太幸福啦！仲有喺表演嘅时候见到咁靓嘅字幕动画，其实设计同埋制作同埋入面有少少嘅 Q 版插图咧，都系由 King 张帮手制作，多谢你啊！之后就有熊猫嘅米亚啦，同埋荧光棒、咪等等嘅道具，仲有场地上面嘅甜品等等咧，全部都由姑姑制作，多谢。仲有令我哋嘅表演有靓声听嘅男神，多谢。仲有要多谢就系参加咗 3D 众筹嘅大家，同埋咧我偷偷地咧将一啲大家嘅名咧加咗喺上面。今次演唱会可以咁豪华咧，都系多咗大家嘅支持啊！当然去到最后最感激人当然系我自己啦，始终我。点解唔可以感谢我啦？咁我咁聪明，我又谂咁多嘢出嚟，咁大家要多谢我，唔系应该至少大家都要赞下我聪明，赞下我天才咁样至得啊！喂，点解越跌越多嘅？喂，唔好追你啦！唔通呢个唔系惩罚而系奖励？哇，咁样嘅话实在太幸福啦！我依家可以执起呢一个事，哇！大家系咪好想睇我玩事？冇啊！可以同我跳舞，摆呢边 ，OK。点啊？大家系咪好想同我一齐玩屎？呢个屎系咪好吸引啊？吓？点啊？系咪好想要啊？系咪好想要啊？嚟啦，接住啦！嚟！哦！我呢度太多屎，哦，好吗？系大家点样都同啲屎一齐跌落嚟嘅。好啦，我捉住你先，捉住啦，耶！保护大家。我系仲可以揽住大家，大家太好揽啦，大家都肥嘟嘟，揽，仲可以摸头，乖，好乖啊，大家，好啦，摆低你先，大家一齐手牵手做个好朋友，边个笑咪阿脚臭，大家就要走，哈哈。好啦，咁去到最后有一首歌咧仲未唱，我谂大家咧都应该系估到系边首啦嘛，系咪啊？如果唔唱嘅话咧，硬系觉得未完成咁，系咪啊？好啦，咁等我一阵啦，过嚟，大家捉住你先。好啦，之后呢首歌咧，希望你哋会中意啦。One, two, three, dice, three, metal, metal, tell me, please, 面红着暗沉默愉快高我知怎么着非常着你现在给我爱你我们要尊重一下你哒哒哒哒 Let's go 嘿爱和我刚头正是未曾发现
再生意。Tell me please, tell me please, tell me please。他的风没打我。要同大家介绍嘅就系米友一 3D 快纪念周边，耶！咁今次同平时一样，都系喺飞天大情嘅网站上面售卖。呢个链接咧，我已经编咗喺我哋嘅 chat room 嗰度啦，大家可以嚟睇。咁预售期咧就会系今日开始到11月30号，大概系一个月嘅时间。咁咧完咗呢个预售期之后咧，咁我都唔会再加印噶啦。咁所以如果想入手嘅观众，记得咧要珍惜呢个机会啦。好啦，咁今次我哋有啲咩新闻咧？首先，我哋今次嘅主打新聞就係 3D 化嘅紀念雨傘。意義上咧，其實係想同大家講咧，我又希望可以陪住大家過一啲開心嘅日子啦，同埋就算係落雨嘅日子，我都想陪住大家咁樣嘅意思。因為想陪住大家，所以設計咧都唔可以係一啲隨便令到人會寫死嘅設計，係啦。咁所以出邊咧就係比較純色嘅黑色啦。真正嘅圖案咧喺入邊，係啦，入邊咧就有幾款唔同嘅圖案，入邊咧都係畫咗米亞同大家嘅回憶啦。大家可以喺網上面咧就可以見到比較詳細嘅圖啦。咁除此之外咧，我都設計咗呢個紀念金屬襟章，呢、這個就係咧為咗可以證明同大家一齊經歷咗 3D 化，咁所以就整咗一個咧比較華麗感覺嘅一個襟章，等大家咧可以掛喺自己中意嘅地方。咁最後一款咧就係、是。烫金签名明信片，咁咧上面分别咧就印有主人啦，同埋米啊，我写俾大家嘅神秘信息。咁 3D 发主视个图咧就会由我嚟写，咁之后咧来交换衣服呢一张由主人同我交换衫着嘅明信片咧就由主人嚟写，咁咧都请大家期待上面嘅信息啦。咁因为我知道咧 3D 发众筹嘅时候咧，大家可能参与咗众筹嘅，大家咧都会收到好多米亚嘅商品啦。所以今次咧呢一个纪念套装咧，我都主要希望可以系实用啦，同埋易收藏少少嘅周边。咁价钱上面咧都希望唔会造成大家嘅负担啦，系啦。咁所以今次嘅纪念套装咧，一些买嘅话咧，咁我会额外都会加送我嘅亲笔签名版嘅明信片啦。所以就希望大家会喜欢今次的 3D 化纪念套装啦，系啦，咁真系好多谢各位一直以嚟嘅支持，大家咧一阵可以喺飞天奶茶嘅网站上面咧可以睇到今次纪念套装嘅一啲详细嘅说明，系啦，大家就可以慢慢考虑啦。今次商品说明完毕 ，BB， 好啦，咁咧大概所有嘢都讲晒啦，咁今日我哋嘅演唱会就此解散。好啦，讲笑咋，做乜完啦？一阵咧，想俾大家嘅系一份好重要嘅礼物，大家咧要好好地听清楚啦。虽然去到依家，有好多梦想都系未达成，有阵时我都系会惊自己消失喺一片漆黑入边，冇人记得我。我成日都系希望可以变得更加强。变得闪闪发光，可以照亮你哋嘅生活。但其实我拧转头先发现，一直照亮呢个世界嘅系一直支持住我嘅你哋。所以呢个系我第四首嘅原唱曲《不怕黑的光》。
再跟多亲，他只不过是跳出在台上。而做一个起步点嘅一个 VTuber 咧，我谂咧，今日咧再发布呢一首原创曲咧系最适合不过噶啦，系啦，咁啦，咁今日咧就准备咗好多唔同主题嘅歌俾大家听啦，我唔知大家觉得点样样咧，系啦，其实咧我喺准备嘅过程入边咧，其实我系真系好多好紧张嘅感觉咧，因为始终喺香港暂时都未有一个 VTuber 做一个咁都算系比较咁大型嘅一个 3D 化嘅活动啦，即系我仲做咗好多嘅事前宣传啦，即系我成日都会一路做嘅时候一路喺度谂死啦，会唔会吹大咗？我真系好紧张，好紧张，系啦，咁特别系其实呢件事我已经筹备咗好耐好耐啦，咁所以我就慢慢已经对。我准备紧嘅嘢，慢慢好似越嚟越冇信心咁啊！真系会慢慢觉得，死啦！其实呢度又好似做得唔系几好，嗰度又可以做得唔系几好，系啦。咁所以咧，我真系喺开始，俾所有嘢俾大家睇嘅嗰一刻，我真系好紧张，系啦。咁咧之后就唔好意思，等我阵。所以如果大家中意嘅话咧，就～实在太好啦！咁咧，为咗今日咧，其实对我嚟讲有好多都系辛苦嘅回忆，系我有好多好多回忆都系好辛苦嘅回忆，因为例如练跳舞嗰啲，全部都唔系我擅长嘅，系我可能啱啱做 VTuber 有谂过我自己想做 idol 之类，但系。今次开始咗做之后咧，我发现咧，我真系有好多嘢都可以再做得好啲。本身我真系好啦，我唔会咁快就喊。即系本身谂住我系一个我真系中意音乐，之后想将自己中意嘅音乐创作嘅音乐送俾大家听，有多啲人睇到我咁样嘅原因去做 VTuber 都想。大家见到自己闪闪发光嘅一面，但系实际上我越做越见到一啲自己好无能为力嘅地方，系因为即系作为江西嚟讲咧，实在太困难啦，太多嘢都即系虽然咧啱啱有我已经有多谢好多一直帮我嘅人，但系始终去到最后都所有嘅嘢都系我自己。去负责翻，如果听到有啲咩做得唔好嘅，我其实都系我自己承担翻嘅件事，所以我成日都，虽然大家都成日都系陪住我，但系有时自己一个瞓上床嘅时候，都系会觉得好无助，特别系器材上面嘅问题啊，又或者一啲特别系 3D 系一啲我完全唔了解嘅范畴嘅时候，我就真系好。
我真的很害怕很害怕。是的，所以如果大家觉得是好，即是大家有因为今天的直播而觉得开心的话呢，那就实在太好了。是的，那都我都有很多人想多谢啦。咁刚刚讲你 Demon to Free， 其实我系跳得好差，我跳得好差，真系系啦。咁可能啲人正常唔会自己讲自己嘅，不过其实讲你 Demon to Free 咧，我专登有揾咗香港嘅第一个 idol 去帮我去编舞啦。咁一阵咧，应该今日咧都大家都会见到佢出嘅 cover。系啦，应该系佢出嘅呢个跳舞 cover， 咁大家就可以见到真正呢只舞系点样跳啦。系啦，咁咧，大家应该就会见到到底我跳得几差。系啦，咁咧，系啦，咁我要好诚实讲，就系我跳舞不嬲咧都唔系，系啦，我不嬲跳舞都系体育堂跳舞系好低分，系啦，不过今次算系对我嚟讲，我已经尽咗力，因为始终练舞其实都练咗一至两个月，系发现自己左右都分唔清嘅时候，我就系真系有啲绝望。不过我系咯，即系对我嚟讲，其实有好多嘢咧。虽然我发现自己做得唔好，不过有一点咧，我系真系觉得我好骄傲嘅，就系咧我是一个我是一个不会服输，还有我是一个很努力的人。为什么我这么努力呢？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渣我知道自己渣，所以有很多地方我都要靠将这个将勤补拙这样的感觉。是啦，所以就希望系咯，希望大家真系经过咗今日之后都系咯，都可以继续喺我身边啦。咁都好多谢大家咧。其实我有准备封信，因为我惊自己一阵会口窒，系我依家会口窒，所以我就写咗封信俾大家啦。其实讲嘢都系啱啱讲嗰啲嘢，系啦，咁大家可以自己睇，系啦，咁所以就同埋我都想多謝我嘅屋企人啊，因為其實成個 3D 化嘅所有嘢咧係喺我屋企搞嘅，但我要多謝我屋企人同埋我嘅主人，因為我咧我唔係嗰啲咩住豪宅嗰啲熊貓嚟嘅，咁即係普通家庭，係啦，咁但係咧嗰陣時一開始咧我話。即係我話想。我想搞 3D 化之后咧，屋企人同主人都主动俾咗间大啲嘅房我啦。之后咧，发现咧嗰个效果好差啦，即系好多器材问题咧。咁之后佢哋咧就成日都俾我用个厅，因为即系我个厅要推开嗰啲食饭台啊，之后又要即系总之好多凳喺度啊，即系总之咧要腾空一个位俾我，其实都几麻烦，仲要咧系练习的时候是要删除的 WiFi， 同埋要搵啲布咧，要铺晒嗰啲反光面，之后咧门都不可以开，系超级麻烦，系好影响我屋企人的作息嘅。之后加上咧，想讲咩？系咯，即系每一次咧，我都要夜晚，系夜晚先可以练习啦。咁所以每一次都系。完咗直播，有时完咗直播就做到一两点咁样，即系喺我厅嗰度就好嘈啊！即系好多谢屋企人成日都支持我，同埋包容我，同埋系啊，真系多谢主人啊，同埋小猫啦，同埋大家，因为大家系未见到我呢个 3D 化嘅任何嘢之前，大家都已经好似好相信我咁样样，明明我明明我冇咩，其实我系咯，即系嗰阵时要搞众筹嘅时候，我都冇谂过大家会咁相信我，即系成件事我就谂到好多位，我可能会出错，之后咧可能最尾搞到件事咧，好差，
即系其实我一谂翻翻咧，我就谂到有好多好多可能会重复做得好差嘅位，但系最尾都多谢身边嘅人同嘅支持啦，即系同埋即系有好多人帮我解决，所以最尾先可以好顺利咁样完成，系咁系啦，所以真系好多谢大家对我嘅信任，系我真系。我真的多謝大家相信我，即係，我知道自己，我知道自己真係一個好普通、好普通嘅熊貓啦。咁但係你哋都願意，係啊，願意參加眾籌支持我，之後成日同我講啦，無論turn out出嚟成件事會係點樣，大家都會開心。係咁，我真係好多謝大家。係，所以就。大家咧，对我嚟讲咧，系真系，如果冇咗你哋嘅话咧，我谂我永远都唔会行落嚟呢一步。其实可以做到咁多嘅嘢，每一次我沮丧嘅时候，都系靠我谂翻起大家对我嘅期待同埋支持，我先可以挨过嚟。系，所以就我都希望作为米亚，我都可以好似你哋。对我来讲，咁样我都可以做到你哋嘅好似光咁样嘅存在。虽然实际上我哋好难去捉摸到对方啦，或者佢哋唔系真系咁，有时佢哋好远啦，有时佢哋好近啦。但系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系咯，可以喺我嘅作品入边得到少少嘅力量，系啦咁。之后咧，我都会继续喺大家身边咁，喺大家身边努力啦。只要大家一日咧都愿意相信我嘅话咧，我都会继续变得更加强，系咁样啦。真系好多谢你哋，好啦，咁就大概就系咁啦。咁我哋听日再见啦。更多星